好，来看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，当地时间15号，美国总统拜登告诉记者，他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交谈，并长期对话。对此，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表态称，有可能在年底前再次举行俄美首脑会晤。普京和拜登本月7号刚通过视频进行了对话，通话时长达到2个多小时，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冲突、北约东扩等。之后，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，两位总统仍有未竟之事。